这客栈里高手如云，杰克官打尖还是住店呀？苏先生，什么人？他可是盗贼中的魁首。掌柜的，有没有药？你的手成这样了，还怎么走镖？凭一枚铜钱，号令交，谁敢不遵，必定身首异处。 当心看不清道，栽了跟头。是他要杀我。说，要在什么地方？你喜欢我，对不对？你像一个女人，不杀我，你的命就没了。